今天我带大家看看甘肃陇南碧口镇的水库放水状况。在大雨前或者大雨后，水电闸口都是需要放水的，以减轻水库的压力。 今天我带大家看看甘肃陇南碧口镇的水库放水状况。在大雨前或者大雨后，水电闸口都是需要放水的，以减轻水库的压力。